8月10日，中国商飞公司 ARJ21 飞机在吐鲁番完成为期12天的高温试验。ARJ21 飞机103架基于7月30日飞抵吐鲁番机场，累计测试12天。本次高温试验主要对相关系统设计优化项目进行试验验证，旨在为航空公司提供一架更为轻盈、经济和高效维护性的 ARJ21 飞机。期间，中国商飞试验团队与吐鲁番机场密切协作，积极与各保障单位做好协调保障工作，确保了高温试验顺利进行，吐鲁番高温试验顺利完成。致敬坚守一线的大飞机人，摄影王吉亮、陈栋、校对孙礼，出品中国商飞新闻中心，地址 newmedia.com/163.com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